珍妮，你没事吧，珍妮？我没事，不过赵康让他们给抓走了。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带走我女儿？我现在不是把她带回来了吗？我还带了两只日本猩猩，请宋先生凭证。宋先生。 我是松田征兆，松先生是法租界有头有脸的商家，我们也想你和你的家人太太平平的，所以今天特地来提醒你，你的女儿珍妮小姐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。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呀，跟你们日本人没有关系。她是没有，可是赵康有。赵康他怎么了？赵康是我们日本皇军认定的危险人。 他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个威胁，对于他和任何和他接触的人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彻底的清除。我想宋先生一定会好好约束你的女儿，初次见面就不打搅了。下一次还有没有可能融洽的这样交代，那就要看宋先生怎么处理你女儿的事。 表哥，赶快想办法帮帮姐姐吧，救救赵先生吧。他怎么不来找我？难道他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吗？姐姐是觉得他辜负了你，所以不好意思来找你。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只要他开口，就是让我往火山里跳，我也愿意。那现在我开口呢？你就会拒绝我吗？ 我怎么会拒绝我的丹尼表妹呢？老孙，这件事情拜托你，帮忙归帮忙，在私人立场上来说，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？哈哈哈哈，老孙，我不能坐落井下石的事情，你还要去营救你的情敌，我说你这是高尚啊，还是犯傻呀？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才要救这个人。 只要让他高兴，我就会高兴。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老孙，那就尽力救救这个人吧。好吧，我试试。那就拜托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女儿的男朋友啊，被日本人抓了。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来跟日本军方说一说？哎呀，宋老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真的不认识日本军方的人。要多少钱？你说。哎呀，我们之间还谈什么钱呢？问题是，哎，你不是在和东亚洋行做生意吗？那个松田正昭，我不认识啊，我不认识。看来这个忙你是不肯帮。 宋老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真的不认识日本军方的人。那好，你欠我钱了。是年底还的。我现在有急用了。这样，赵康是因为刺杀松田正昭而被捕的。你说，日本人能放过他吗？啊，这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还钱吧。哎。 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怎么样了？爸爸，都成了什么事了？没人肯帮这个忙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见死不救。世事难料啊！现在谁都不愿意离开少时呢。丹妮，我只想再见他一面，我就在你这儿想。姐姐，你不要绝望。 也许表哥的朋友就能帮上忙呢，姐姐。表哥，表哥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啊？我方说他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时间太短，恐怕。恐怕什么？
明天下午3点，报警的人来了。 我看无亲无故，他的后事恐怕只有我来知道。姐姐，你不要这样说了好不好？那你，不要！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姐姐。 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来来来，大家都把酒杯端上。首先，我要感谢你们的表哥，要不是他托人营救啊，赵康你今天也许就不会坐在这里吧。感谢彭先生，谢谢伯父，为了救我。 此时此刻，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表达我的心情。我干了这一杯，谢谢。赵康啊，不是我这个做伯父的倚老卖老，这次你重见天日，真的要好好做人。 为了你自己也好，为了珍妮也好，以后别再做那些冒冒失失的傻事了。我已经充分的反省了，今后我为珍妮也绝对不会再去冒这样的危险。要真能这样啊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，您别担心，如果他敢再乱来，第一个对付他的便是我。 赶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表哥吃菜，这个鱼挺新鲜。表哥，你别再喝了。表哥。 我是在祝福他们，丹妮。我祝福他们新婚快乐，祝他们早生贵子。
表哥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。姐姐，你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女孩子。把酒给我，表哥，你醉得了一时，你醉不了一世。把酒给我。姐姐根本就不爱你，是你自己一直在自作多情。 表哥，带我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美国。你把所有的不愉快和不开心都留在上海，我们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，好吗？我给你生5个孩子。 表哥，我是丹妮，你看清楚一点。对不起，大姐。这是五月花酒店，你刚才喝多了，是我把你送回来的。 给你倒杯水吧。
哥，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，我头已经不疼了。那我们回去吧，不要住在这里了。丹妮，我不想回去，我想先在这儿住两天。可是，丹妮，你别劝我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回去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我回去收拾东西搬过来。 表哥，我，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我？你对我好，我知道。我打心里感谢你。总之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会再自暴自弃。 现在不能走。
杨贵，难道他们插上翅膀飞出上海？真的找不到他，哈文是中统军的黄牌杀手，的确很高明。这次已经是我方第三个军官被杀死了。黄牌，我倒要想知道，我们梅机关的黄牌和中统军的黄牌。 谁到底是真主？不会证明，梅机关的黄牌才是世界第一。这么说，我好像可以放心了。阁下是怀疑我的实力吗？中国军被杀十分恼火，如果还让这个杀手胡闹下去，我就可以准备切腹用刀了。 我一定将这份工作做好。一定要找到他，阻止他，消灭他。是。爸爸妈妈、姐姐，这是我跟表哥新认识的朋友，叫阿文。阿文，这是我爸爸妈妈，还有姐姐。你好。你好。阿文小姐不像是上海人吧？哦。 我是东北人，这么一点没有东北口音。我一直都在重庆做事儿，刚刚从重庆来到上海。陈梦丹妮小姐盛情相邀，冒昧的来到您府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打扰了。别客气了，就当是在自己家里一样。阿文小姐啊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就跑上海来干什么呀？我是来采购一批药品。哦，采购药品呢？ 算你给碰上了，我宋家呢祖传开制药厂，做药品生意的，只要不是特别难搞的药啊，没问题。不是特别难搞，我要的药是盘尼西林。那盘尼西林日本人是禁止买卖。是啊，不过在大后方销量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现在很缺货，我想宋先生应该很明白其中的原因。 是啊，这盘尼西林倒是蛮有赚的，说到底呀、啊，是禁欲品。爸，要不我们不等了，先吃吧。哎，好，我们先吃吧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开个门。哎，对不起，有些事给耽误了。 没事，我们全家都等你呢。坐。阿文姐，这就是我姐姐的未婚夫赵康，赵康，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阿文。 好了好了，人都到齐了啊，来，咱们干杯。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？哦，没有，我刚刚从重庆来。重庆，那可是大后方啊。是啊，不过那里现在也不是很安全。 日本军队轰炸重庆的时候，伤亡也非常严重。啊，那你是说日本军队也会占领重庆？那不可能。
被包围了，包围？都些什么人？我们家从来不参与，跟特务机关也没什么联系。要不我出去看看吧。哎，表哥，表哥，你不能去。哦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 阿文小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既然我是私运日本人的禁药，我想宋先生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吧。虽然你们在款待我，但是你我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合作，我想逃避。现在怎么办呀？要么你们把我交给日本人，要么我当然逃走。 好，谢谢，走吧。姨父，要不我陪丹妮一起去吧？我担心她一个人应付不了。你别去了，没事的。丹妮也机灵得很，你去了反而给她添累赘。好了，不管她了，吃饭吧。 丹妮姐，你看到前面那个亮光的地方了吗？ 从那里出去，你就赶快走吧，我走了，小心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老爷，拦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私人组织，谁呀？ 丹妮有消息了吗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姨父，丹妮怎么会被日本人抓去呢？丹妮从下水道出来以后啊，没想到还是没跑出日本人的包围圈。日本人说他身份可疑，那阿文呢？听说他跑得快，没有被抓住。 说，阿文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不知道。给他们脸色看看。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把关他的衣服。 老孙，怎么样？打探到什么吗？ 日本人还没有处决他的打算，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特务。求求您赶紧把我妹妹救出来！我哪有那个能耐呀？我要是打探个消息也可以，这救人嘛。老孙，
你需要多少钱？你尽管开口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跟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上次赵康不是你救的吗？什么？赵康不是我救的，我哪有那个本事？ 你是怎么给放出来的呀？不是你爸爸和你表哥救我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随便问问。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爸和表哥根本就没有能力营救你，要不然丹尼早就被救出来了。也或许，日本人就根本找不到什么证据呢。 没准他们是故意把我放出来，然后派人跟踪我。以后咱们自己得小心点了。我听说丹尼在里面受了很多苦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赶紧救救他？我想想办法，别担心。 别担心，小姑娘，他们会放你出去的，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你是特工。我本来也不是特工，可是你帮了我，你就不能回头了。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有思想准备吗？日本人这样对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小姑娘，谢谢你，国家和人民也会感谢你的。 下飞鹿九号的暗号和密码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他们真的不会放过你吗？他们不会放过。云若，爸，怎么样？他们一个个都在明哲保身呢，谁都不愿意帮这个忙。 他们的良心是不是让狗给吃了呀？爸，您别担心，赵康答应过我，他会想办法。有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，我在想，赵康他会不会……姨父，您是说赵康被日本人放了，是因为他是？ 我就怕赵康是日本人的鹰犬。爸，不会的，他跟我说过，他绝对不会叛变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。可是这一切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但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啊。你得多留个心眼。 我去书房。 再给几个朋友打个电话。
赶紧！那那那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。那他们有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啊？没有，姐姐，你别多想了。珍妮，回家再说吧。啊，走，咱先上车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妈，姐，你们别哭了，我这不都出来了吗？ 我挺好的，那你要受实话呀。如果在里面受了什么委屈，就告诉我，别憋在心里啊。妈，你们不知道，其实这监狱啊，跟五月花酒店差不多。女儿在外面受这么多的苦，做母亲的什么也帮不了你。我真恨自己。 妈妈，你就别伤心了，我是个女孩子，他们没把我怎么样吧？但你肯定在里面受了好多苦，你就跟我说吧，没事，没有，没有姐姐。